中豪宅达标而且超标。首先我要感谢市长一万户的这个政策，也同时谢谢市议会在预算上给我们支持。我就说如果我拿动算的低，我要继续推进啊，继续推进。那台中市那不是给他一千，我们要盖到一万户啊，弄错没提价起来哦。